就咁啊！好咧，嗰个唔嚟。好啦，呢度好危险嘅。还有一句，快啲走啦！我为佢一刀突然间捅落去。有咩嚟呢？呢条友真系令人啊摸唔透。好似中意对自己诚实嘅人啊，佢冇选择咧，睇人面色。因为我自己都系咁样啊。原来系咁啊！先打得咁精彩嘅时候，俾人打断咗。佢点解做个了断呢？龙生契弟，哇嚟啊！喂，喂，即刻加满气，关啊！即刻捉再关，千万斤，起身啦！呀，坐落去，极速 KO 嚟收工，捉佢只脚，捉佢只脚，捉佢只脚，碌到完场。喂啊！死仔大王，执起佢，车落去，低 B 仔，唉，好，好在啱啱有睇到，三个，直播，三个，换毛，逛逛逛。啊！还好啊！哇，黐线，有机会！棒棒棒棒！二身啊！一二，黐线 ！One two three，One two three， 未啊！黐线系咁屈，运就啱啦！咦啊！妈紧，好，劲，稳啦，呀，打来爆盖啦，踩落去，踩你巨龙，好，呀，又嚟了啊，地震，大嗌，哇，仲嚟，哇！佢居然唔系打我，系打个地下低能仔，乱七八糟，地板碎片，攞去啊！呀，刮啊！好，踩落去，隔篱嗰啲咩嚟？挡住啊！呢边啊！呀！呀呀呀！呀呀呀！黐线，我挡住啊，乜都睇唔到。喂啊！呀！黐线，劲啊！喂啊！又黐嘢，劲！一嘢升上去。煎你两巴弱智仔，好，咦啊，咦啊，咦啊，好，伤啊，挂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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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废物，呜啊，饮下水先，费事，临收工先濑嘢，饮多支。虽然我系木雀雀友，我系啊起身还拖，哥都黐线估到你。呀，呢边啊，呀呀，打，呀，佢又嚟，呀呀，关，上啊，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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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去死啊！大势已去啊！我哋准备肉你踩落去，喂啊！呀，废柴！我决定用花劲，喂啊！花死仔巴，喂啊！花劲刮啊！
光嘅，一嘢踩落去废尘，活学活用新招。同生，你真系劲到爆啊！你真系咁渣啊！呢个真岛咁屎啊咁多，好似之前用棍压仲难打。嗰个女人就系明美啊，佢一定好难过啦。伊达先生，伊达先生。風間のおやさんの我知道風間大佬喺邊啊？どこだ？喺邊度啊？芝浦の埠頭だ。芝浦啊嘛。芝浦近江聯盟嗰個字典就將佢收埋喺嗰度。近江聯盟啊？點解嗰班友要幫風間啊？我真係唔知啊。真先搏曬老命將大佬交咗俾對面。信じるだけの我諗應該值得相信嘅。そうか。咁啊。キリュウ。龙生啊，哎妈呀，神功佢开始有大动作啦！啱啱总听叫咗过去，将关于你嘅事情咧，彻头彻尾咁问。咁咪神功施压啦！大丈夫なのか？你唔紧要系嘛？伊达，假噶啦！相反咧，明明我就算咧俾炒人鱼都唔奇怪，但只要咧我仲同你行动咧，佢就冇办法啦，叫我啊走佬啊！你应该打算去嗰度系嘛，同声去支铺。即系反而佢黐住同声，人哋觉得有料就唔炒呢个大佬系嘛。收工啱啱好 ，very good， 轻松怼冧啊，劲屎！我觉得真到，之前第一次打先难打，要用嗰啲咩盐啊，咁啊储下储下先够。讲真的，这个真系一滴水都唔使都够齐啊！啊，收光之龙好劲啊！啊，好劲啊！唔系净系收唔收光，本身都劲。今日要读嘅一篇文呢？就有一位咧叫嘉耀嘅兄弟写嘅，佢就话啦：我中学嗰阵咧，有位兄弟咧好中意食鸡，我曾经咧俾佢连续一个月内咧，每一个星期咧都至少去食一次炸鸡作为午餐补充体力。人大个咗咧之后咧，自然咧会更加注重健康嘅饮食噶啦，少咗去食专门卖三高食品啊，高盐、高油、高糖。嘅炸雞同 M 記，但夏天咧總會落起連場大雨，雨水咧就會令我諗翻起嗰位好兄弟。屈指一算咧，原來已經畢咗業足足一年啦。突然間諗翻起嗰位兄弟生前最中意嘅炸雞咧，我又好肚餓。佢曾經講過學生私餐一定要轉炸雞，可樂咧絕對要走冰。咬落炸雞嗰一下咧，你會感受到每一嚿炸雞咧都有佢嘅靈魂。外皮雞肉雞骨啱啱好形成一個鐵三角，而呢個鐵三角咧就好比一個火三角。缺一不可，只要缺少咗其中一样嘢咧，炸鸡就唔可以叫三炸鸡啦。咁一块炸鸡临炸之前咧，佢哋到底谂紧啲咩咧？佢哋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块炸鸡，要负起医饱人个肚嘅任务。佢哋冇办法可以反抗，一切嘅原因咧，只可怪佢哋投错胎，注定咧要受到历练。几番挣扎之后咧，只能系一块炸鸡。我唔敢再谂落去啦，轻啜一口可乐，可乐当中所含嘅氧咧。再一次激发你炸鸡嘅辣味，使其喺口腔入边徘徊，更添风味啦。成个学生私餐好美妙，有饭、有鸡、有葡挞、有可乐，食晒所有炸鸡之后，一定要除咗手套去食葡挞，只有用手咧，先至可以感受到葡挞嘅质感。再整个对入口个口入，再成个怼入口入边，大口大口咁品尝，充分化解口腔入边嘅辣味。当然啦，如果卫生情况许可嘅下咧，最好连炸鸡都要用手食。我望住手上嘅炸鸡，眼前空无一人嘅座位，好似出现咗嗰一位已经离开咗我哋嘅兄弟。佢依旧咧咁笑住食炸鸡。我再咬一口炸鸡，一块平平无奇嘅炸鸡入边竟然有洋葱味。我知道一个男人咧喺餐厅喊咧好笨，但我冇办法。人生无常，一场意外咧就带走咗一位好兄弟。我哋生存喺呢个世界上咧，可能只系可以同一块炸鸡一样。冇办法改变命运，
只不过我们应该学习一下炸鸡，经过历练，经过挣扎之后呢，都可以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。所以这一句呢，男人讲可能好基，不过呢，我希望你可以在天上讲到这句说话。阿炭，祝你生日快乐哦，我们每一位兄弟呢都好挂住你。咁希望佢吓、即係呢位兄弟都唔好咁伤心难过啦。咁我哋都差唔多啦，我哋明天再继续，係咁先啦。完。